这是2030，我画了一只小漫画。我重新把它拿出来，用自己的声音把它演绎了一遍。这是一只哭虫剧，哭虫就是那些真正体验过生命的猫猫狗狗。饭桌上，爸爸喝了口小酒，开始数落娃儿。娃儿闷头泡饭，完全不开腔。饭桌下，妈妈埋头吃饭，妈妈单汤儿子。他心头有点烦，生怕娃儿顶嘴，两只又扯筋，有脾气就干点正事噻，一天到晚就晓得死缠烂打，晚上不睡，白天不起。30好几的人嘛，没得工作，没得理想，更没得技能，哪个女的会嫁给你这种人喽？我像你妈妈端起碗，心头在默念：阿弥陀佛，少说两句。对妈那哈儿没得礼貌，一天到晚窝在屋头又黑起张脸，求钱挣不到，还跟到一帮狐朋狗友在外头瞎晃。喂，辛辛苦苦养了个娃儿，弄孩子没得出息，你给老子出去吃屎！娃儿突然拍筷子。好的，我出去吃，老人家，拜拜。你又要到哪儿去鬼混？妈妈的忍耐到了极限。娃儿开门，吃饭的阿猫循声张望。娃儿摔门而出，爸爸勃然大怒：“出去了就不要回来！”阿猫想，少主人肯定已经饱了，要不不得开枪。妈妈忍不住了：“为啥子一定要这样子？喝点酒就这样子，两姨子天天就这样子。”宝宝在咆哮：“我有啥子错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娃儿好？高婆娘，为别让我喝了酒就不能说话了嗦！”妈妈愤怒了：“不喝了，老娘打牌去！真是老娘也绝对不能管你们了！”宝宝不松口：“阿弥陀佛，你最好一走，都走！”妈妈开门，吃饭的阿猫循声张望。妈妈摔门而出，宝宝颓然伏案。阿猫想。女主人一会儿打牌的手气应该可以。下午，宝宝还在醉前喝酒，阿猫还在吃最后几口。宝宝瞟见了饭后的阿猫。亚磊。亚磊，过来，来。阿猫顺从地跳到了宝宝的腿上，宝宝对他倾诉起来：“哎，还是亚儿乖，比那个小宝应乖多了。你想嘛，现在的社会竞争弄孩子残酷，我说的是为得好，得还不爱听，他妈也谢老子。”没得人理解宝宝了，只有猫猫最理解宝宝了。宝宝心头再苦，只要看到我的猫眼儿，心头就安逸了然，是不？回的宝宝，是不是？心头就安逸了然，巴适。阿猫理解家中的每一个成员，是不？也深爱着他们的宝宝。他想用最简洁有力的猫语来安慰失落的主人。哦，不是，我就是喵呜吧。阿猫心想，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就是：“老孩儿不伤心为，我代表人类需要你。”阿猫调动五脏六腑，尽力打开口腔，将深藏肺腑的爱意表达了出来。伴随着天籁之音呢，是饱满绵长的气息，各种元素丰富多彩。宝宝被这气息融化了，流下了五味陈陈的野泪子。宝宝腿也软，阿猫顺势舒展了条街。这一刻，他被浓浓的暖意包围，
为自己，为对方。涛想，哎，麻烦我要好好热忱，其他的龙孩子需要我，为了同我一定要健康快乐。这是2003年，我用资本和水门画了一则小故事，写给所有正在独自策划用力生活的人。